来到台湾不只鸡新品发布会的现场。今天下午由台湾贸易中心和财团法人智慧发展中心联合发布。今天的发布会我们还邀请到了很多重量级的嘉宾，他们是中国集团总公司总裁郝明先生，财团法人智慧发展中心张启仁处长，台湾区工具机及零组件工业同业工会王建忠秘书长，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副总工程师、金属加工杂志社社长毕延文先生，一汽集团规划部田宏福部长。单位跟各位，欢迎各位今天我们台湾工具机新产品发表。这个计划是由台湾贸易中心跟中汇发展中心进行这个发表会。客户的声音、各的需求都是台湾产业工具产业的最主要的一个联动力。第二个特性，台湾的工具产业市场是一个双引擎。什么叫双引擎呢？第一个整机厂，第二个配套厂，我们台湾叫做专业模组厂。因为配套厂跟整机厂的搭配，在这个充分分工下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就是我们台湾一直在讲的工具产业的双引擎，而这个彼此相互合作无间，而且经过60多年的努力，台湾机床一步一步持续向前迈进，现在已经跻身世界知名品牌的行列。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，台湾机床在大陆市场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青睐，并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台湾机床是世界唯一的机床产品，我想很多人都会挑战我这个想法，但是呢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像台湾，它有如此丰富不同面向的，不管是机床产品也好，或者是零部件、刀具，都给人看得到。我是台湾中台集团旗下的公司亚太TV。解读台湾机床平均用户调查分析报告。